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欢迎您收看 TechLook 网站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跟您介绍的是联立的机壳 PCQ12。现在凯文就要打开这个联立 PCQ12 的机壳呢，让大家看看内部的构造。很特别是呢，这一个 PCQ12 的开盖设计呢，是无螺丝的开盖设计，所以很轻易的就可以打开这一个机壳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PCQ12 的内部，下方呢有一个硬碟安装的区域，最多呢支援就是2.5寸的硬碟。2.5寸硬碟呢最多可以支援4个。然后它内部通风的设计呢，下方有一个风扇，上方呢也有一个8公分的风扇，让您的系统呢有对流，并不会造成过热。然后中间的部分呢，因为这一个机壳呢，它是非常的扁平的设计，所以呢，在您选购您的 CPU 风扇的时候呢，它支援到5.5公分，所以呢，小心就不要超过它的5.5公分哦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介绍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经过今天的介绍呢，相信大家对这一款联立 PCQ12 的机壳呢有更多的认识，它的造型呢非常的特别。然后呢，如果您对3C 产品有更多的知识，或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呢，欢迎您上我们的 TechLook 的网站。那我是凯文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